我们现在在和睦村的观景台，哇哦，好漂亮啊！啊，现在还在下雨，现在的时间是快3:30。我们走这条山路，爬了400多阶上来这个观景台。嗨，耶！你们好吗？还好。累不累？还好，还行。累吗？比较累。不会。耶！啊，终于上来和睦村了，恭喜同志们都达到顶峰啦。可是下雨耶、欸、下雨绕一圈很爽，也值得啊。360度和睦村观景台，哈哈、啊、和睦村终于上来了。好、啊、我来照相吧，拜拜。